好，嗱呢个礼拜呢好开心啊，有两套殿堂级嘅电影同时喺美国上画。咁啊，一个就是两个都好尊敬嘅导演啊，马田史高西斯啊，一个道亦有道啦，无间道风云啦，华尔街之狼啦，嘅导演花月杀手。嗱、花月杀手唔讲住，因为我要等埋阿咪先吓，阿咪就一齐讲嘅吓。咁啊，因为都好复杂嘅。个背景啊，尤其是我哋住喺美国，即系讲翻当年嗰土著啊，美国嗰啲印第安人部族吓。嗱，想讲另一套先啊，嗱呢一套咧就系阿张艺谋嘅吓，坚如磐石啊。睇完点解咁坚咧？真系嗱，我今日我睇嗰阵时咧，都几多人睇嘅吓。我觉得嗰间戏院即系佢俾到嗰个院线都几大，几大嘅，几多座位嘅都坐咗七成吓。咁當然啦，第一個禮拜上畫就係咁啦嚇。張藝謀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啦，咁啊大家即係如果我唔知大家係邊個年代出世啊，去睇張藝謀嘅戲個感覺係唔同嘅。嗱，我細個嗰陣時咧就係睇即係覺得佢係一個幾沙坡嘅導演嚟㗎，喺中國當年嘅中國嚇。90年代初80年代尾嘅時候啊，谷鬥啊，即係佢拍拱你嗰陣時咧，秋谷打官司啊，大紅燈籠高高掛嗰啲，即係擺明係打着紅旗反紅旗嗰啲戲嚟㗎，佢夠膽死咁拍出嚟嘅。當年嚇，我覺得佢幾有吉屎嘅咁啊，但係其實佢唔係導演出身嘅，佢係美術指導出身嘅，所以佢用嗰啲色澤啊，嗰啲配搭啊，係特別靚嘅。你睇下嚇。英雄啊，十面埋伏啊，嗰啲咁嘅镜头，嗰啲 wide shot 吓，你欣赏下嗰啲美术，即系佢系美术多过个故事嘅，佢嗰啲戏其实就系吓咁样样，咁啊亦都走过嚟呢、這个荷里活啦吓、不过唔系好掂啦，拍咗套《长城》啦，揾阿麦迪文、刘德华吓，嗱、咁我反而中意佢翻大陆拍依家呢啲戏嘅吓。咁啊，呢一套今次呢一套就唔算话太过特别美术嘅啫吓，咁啊时装片坚如磐石吓，咁、你睇完咧，原来就发觉到系一套咩戏咧？系一套反贪电影啦，类似一个非常复杂版嘅字母风暴咁样样嘅戏嚟嘅吓，咁啊嗰、那个 casting 亦都非常吸引吓，由我本身都几中意嘅几个演员啦，李国立啊，首先李国立。细细个已经睇亚视嗰阵时买埋嗰啲大陆嘅嗰啲剧集咧，做皇帝啊，吓嗰阵时已经中意噶啦吓，咁啊周冬雨啦，吓陈冲喎，居然揾到陈冲出翻出嚟喎，吓啲陈冲啊美籍中国演员啦，咁啊去过荷里活发展啦，亦都喺荷里活做过导演啦，吓咁啊即系系导演亦系演员啦，吓咁啊陈道明啦吓，咁其实你讲起陈道明，其实一睇呢张 poster 咧，有啲似系无间道。有啲似無間道嗰個系列，因為陳道明都係做無間道嘛，嚇，終極無間啦，嚇。咁呢套戲其實俾我感覺咧，佢係一套講打貪啦、反貪腐啦，嚇，講一啲土豪啦，嚇，土豪連埋呢、這個官啦，即係官商勾結啊，係官商勾結咗幾十年一個根深蒂固。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做一个副市长的土皇帝吓，后尾点样打垮他整个集团咁样样，类似系咁样样。但是他的过程里面咧，就涉及咗好多我叫做 valuable 啦吓，因为你系未知嘅嘢，即系佢唔似一般大陆戏咁样讲到出嚟，正就系正，邪就系邪。佢好似有少少嚇無間道咁樣攝咗入去，因為我當初都唔知道，因為你都知李國立呢啲嚇中中直直咁樣樣噶嘛，不嬲嗰啲角色係嚇咁樣，佢其實就後屘發覺到原來每個人都有佢本身嘅陰暗面同埋過去啊嚇，咁個過去係點咧？每個人嘅過去都會成為今日嘅痛腳嚇啊！我唔想劇透太多，因為劇透太多冇意思啦嚇。如果我講曬出嚟就嚇，但係佢本身咧，亦都反映到中國今時今日其實大家所謂嘅合作
一齊食大茶飯，一個官一個商啊，一個大地產商嚇，一個官嚇，暗揀裏邊咧，自己都係各懷鬼胎嚇，都係留住叫做叫咩？留住即係留住一個 plan B 喺度嘅嚇，每個人都係深藏不露，為求自保嚇，大家鬥挖黑材料，甚至係製造黑材料嚇，咁其實我覺得呢一種角力咧係幾好睇嘅，係幾好睇嘅嚇。跟住當然啦，佢就會有另一班人啦，即係呢個周冬雨同埋佢即係有班公安啦嚇，嗰個過程係去打垮呢一個集團嚇，即係講緊呢個集團係大老虎嚟嘅嚇，其實好難打啊，幾廿年根深蒂固嚇，咁。個鐘裏邊有啲挑撥離間啦，嚇，挑撥咗夫妻嘅感情啦，挑撥咗友情啦，嚇。咁但係其實我最深感受呢一套戲咧，就係嗱，我唔知道大陸真實係咪咁啊，但係我相信佢咁樣拍得出嚟咧，98%都係咁樣樣。其實人最弱嘅弱點，始終都係女色同埋圖色，嚇。所以其實嗰啲黑材料，大陸其實互相揾大家嘅黑材料咧，都係嗰啲圖色影片啊，嚇，都係嗰啲偷情啊，嗰啲過去唔見得光嘅，或者二奶生咗邊個邊個啊，嚇，隱藏啊，嚇，嗰啲咁樣樣，最後就會變成咗今日嘅痛腳，嚇，每個人都有佢嘅陰暗面，嚇，每個人都有佢魔鬼嘅一面。嚇，當然啦，亦都有一個自己有弱點啦。嚇，每個人亦都有弱點啦。人嘅弱點，某啲人嘅弱點，可能佢嘅親情啦。嗱，呢套戲另一個特點咧，就係嗰套戲咧，佢呢個富商嗰個角色啊，富商個角色佢係拍到佢好似一個直頭係堂口嘅大佬咁。你初一睇以為佢個造型係好，係以為嗰啲韓國嘅黑社會片咁樣。嚇！佢有一幕咧，就係要佢嚇，佢嗰個副市長嘅主任嚇，涉及咗圖色，俾佢拍到片啦，即係俾佢攞到條偷情片啦嚇。你都知啦，一上報上去就會身敗名裂噶嘛，掉喺個火鍋嗰度，掉落個麻辣火鍋嗰度，個火鍋滾住，滾到最後嚇，掉粒魚蛋落去，要粒魚蛋熟咗浮上嚟之前，佢要徒手落去攞翻個電話。嚇，攞到個電話，嚇，咁就放佢一馬。即係佢呢啲咁嘅行為咧，就係好似嗰啲黑社會嗰啲行為嚟嘅。其實就係，即係佢呢個官商係惡到咁樣樣，係咁樣玩啲官嘅。嚇，跟住佢當然另一度咧就開玩笑話，當年我窮，邊個睇小過我嘅咧？今日都要還嘅。嚇，親戚都冇命，親戚都冇面俾。嚇，咁啊，同佢喺隔離煮嘢個廚師個炒台，點解佢唔講嘢啊？佢原來條脷俾佢剪咗喎，就係、是、因為當年佢係笑過佢，睇小過佢咁樣。但係後尾佢當然就係話佢係講笑啦嚇咁樣。咁但係嗰陣時佢講出嚟嗰一刻，即係呢一個演員講出嚟嗰一刻咧，你係真係以為係嗰啲即係似黑社會大佬、似堂口大佬多過呢個商人，即係似黑金嗰個梁家輝嗰種咁樣嘅型，佢拍到出嚟喎。即係呢個犀利咯，我覺得即係呢度係呢一套戲係有別於其他嗰啲叫做即係樣板戲嘅，雖然佢都樣板㗎啦，因為佢到咗最後都係打貪，佢對咗到咗最後都係講邪不能勝正，都係講每個人要判幾多年啊，判死刑啊等等，但係佢個玩法就特別啲啦，所以咧我。幾中意張藝謀咧？就係佢成日可以喺個遊戲規則裏邊找到個變化而又過到骨即係以前嗰啲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嗰啲又係而家嚟到呢度又係大陸，你嗰個遊戲規則，你係要玩打貪啊嘛，你係要喺呢個框架裏邊玩，佢咪喺個框架裏，得係有別於張藝謀以前嗰啲作品首先就唔係話好多慢鏡頭啊，好多嗰啲咩360嗰啲咁樣嘅
嗰啲咁樣嘅 wide shot 去標榜嗰啲美術啊，佢反而係都幾貼地咁樣直接咁樣講一個打貪嘅一單案啦。當然啦，佢話就話係即係呢個係呢個係虛構啦。但係其實如果大家要對號入座都可以嘅，的確係的確新聞片有呢啲事發生啦嚇。到咗最後，大家都係死喺圖色手上，都係死喺女人手上。权、钱、女人，吓、啊，都系男人走唔甩嘅嘢嚟嘅，吓、啊，唔好讲话贪腐，吓、啊，就算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嘅 level 啊，呢啲都系公开嘅嘢，譬如话系讲紧间谍，佢就讲紧间谍啊，苏联嘅间谍，中国嘅间谍，其实大家唔好谂得咁复杂啊。最原始嘅嘢就係最有效，嚇！今時今日仍然係用緊美人計嘅，俄羅斯、中國好多人就係咁樣死咗啊！嚇，嗰啲所謂特工啊，嚇，都係一個叫做識字頭上一把刀啦，係咪啊？所以大家真係言行要謹慎啊！嚇，如果唔係就床邊喊都無謂啦！嚇，咁啊，今日同你講呢套戲《堅如磐石》，張藝謀作品。2023嘅作品吓，咁啊，大家如果吓，香港上画嘅时候入场睇吓，OK，拜拜。